上课哈，那这个感觉有点说是像在前天晚上我们欢送大家的学长这个 intern night 的时候，那种感觉有点好像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样哈，就说已经到了临出阁的前一个晚上，那大家还有一年的时间才会被嫁掉了哈，那在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大概要让大家这个充分的武装起来哈，譬如说要教大家学会烹调哈，那这个不要说到了婆家以后才这个洗手做羹汤哈，先让小姑尝。那还是让大家先有点准备，那今天就让大家上战场之前的话呢，除了大家的这个功夫之外的话，有些比较马上要知道的应该很重要的东西呢，就像发给大家子弹一样的话，那希望大家这个上战场有一点帮忙。那刚开始的部分跟大家要谈呢，是有关于跟病人沟通，那如何这个 break bad news 哈，那还有那个医疗纠纷的部分哈。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 remind 一下，就像大家刚刚呢，就像那个28年前我在我们医院那边宣誓的那个情形一样哈，那就是这个 Hippocratic Oath 呢，让大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呢，我们跟大家恭喜说，大家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这里面可能有些辛苦，有些挫折，但是我相信各位比其他行业的人更能够发现生命的意义跟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还是在进入沟通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做医师人员呢，有我们做医师人员应该有的所谓的这个生物的伦理准则。那简单说来就是尊重病人自己的决定，我们叫 autonomy。所有的医疗行为，包括检查、治疗，甚至各位以后碰到临床试验呢，都希望是不伤害病人，对病人有好处。好，那在这个医疗资源的这个分配上呢，我们希望力求其正义跟平均。那对病人当然要诚实，帮病人保守隐私。那尽我们一己的责任呢，帮病人做所有的处置。这是这个医学伦理在沟通之前呢，我们还是提出来跟大家再一起勉励一下。OK， 那提到沟通来说的话呢，在以往就是医学还没有十分进步之前的话呢，这可能是医学上如果不是唯一，大概也是极端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让病人了解，让病人把他们心里的事情跟我们讲，所以这是说是 an important part。有时候呢，只是 only constitution， 当病人已经到了末期，譬如你看到一个这个 motor neuron disease 病人的末期，你看到一个 cancer 病人的末期，你看到一个 AIDS 病人的末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当我们的西方的医学已经到了极端的时候呢，沟通尤其是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看下一章。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谈一下，就是我们心里想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把它化成我们要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在咖啡厅看到一个男生长得很英俊，他就跟他说：“哎，你这顶帽子好漂亮啊！”那这个男生接收到这个讯息以后，想说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帽子很漂亮？他大概也要先经过译码，然后所以传到这个男生的这个心里面呢，他可能不是这样一个想法。那这个我们在沟通上一定要了解呢，我们跟病人之间的这种 education level， 我们的 social background 呢都差很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我们的讯息被病人误会。病人讲什么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OK， 那我们都了解呢，这个有所谓的这个讲出来的言语或者是非言语的讯息。好，那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你看看非言语的讯息，包括他的表情、神态、身体的动作、手势、声调、速度、语气等呢，事实上比这个言语的讯息呢，有的时候更来得重要。那有一个8月15的晚上，那个太太就对着盯着电视机面前的先生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好，那个先生盯着那个前面的那个足球赛，好，就跟他说：“垃圾我拿出去倒了，哈，你不用再这样，垃圾我拿出去倒了，我们不用出去散步了，这样哈。”所以这个之前的话呢，一定有那么一回哈，大概是这个太太骗先生说：“你要不要出去散步啊？”哈，那既然你要出去散步，把垃圾就顺便拿出去倒了，哈，这个过去的事情大概有这样情形。第二个是这个先生他大概没有把头从电视机面前转过来说：“哎，那你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已经很久没有的事情了。”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听人讲话的话，所以这个说是听其言观其行，大概也有他的道理。我们看他讲的话，看他传给我们的非言语的讯息，都
可以给我们一些 information。 那两个矛盾的时候的话呢，你大概就发现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讯息。有的时候他跟讲的话呢，跟头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是不一样的。那在这里面有矛盾的话呢，不一定哪个对。所以你大概需要去从他的上下文前后的这个意思的表示呢做一个判断。那很重要一件事情，那听说日本的武士他们在决斗之前的话会跑到山里面瀑布去，让瀑布打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到一个寺院里面找一个禅师叫他学打坐这样子。那这里面呢无非是希望说培养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那也就是说 listening 跟 hearing 的不同。那黄坤远前院长提到一个事情，说如果一个妈妈要做好一个小孩子的儿童教育的时候，当这个小孩子再来问他妈妈说妈妈什么是什么的时候，这妈妈大概一定只好把电视机关掉，把手上打的毛线晃下来，跟他说 OK honey 我们来谈你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跟病人对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集中精神。那我曾经有一个学长的话，他很厉害，他可以一边听电话一边跟你对谈，一边批公文。那但是有可能三件事情都做不好，很可能三件事情都做不好。那就是大家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的话，保持集中这个注意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sensation 从神经的功能来说的话，这个我们有 sensory organ 那所以你 vision 看到 hearing， 你所 touch， 你 smell 那你的 sense， 比如说 sense 的东西的话呢，在最 primary 的地方呢，譬如说在我们的萨拉姆斯视丘的地方，大概就已经判定了。然后这个萨拉姆斯经过这个 specific cerebral cortical radiation 呢，到我们 cortex 的 sensory area 之后的话呢，它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这个 interpretation。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意思就跟我们所讲的话一样的 crystal clear 的话，那就 everything is OK。 像问题是我们听到的话呢不一定是他心里所想要说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面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我们一个比较主观的认定，我们从客观收到的这个 information， 我们给他加以主观的判断。在这个主观的判断呢，我们过去的从社会学我们的学习得来的这个呢扮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譬如说呢这个一个护士小姐他们在对谈，他们说张先生答应我不在病房抽烟，但是呢刚刚我又发现他在抽烟。那在这里面呢根据这个谈话的这个护士甲他对张先生的好恶呢可能有这样不同的情形。譬如说这个如果这个护士甲对张先生印象很好，然后他说他一定是一时忘了了，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他一定是一时忘了才抽烟，这是解释一。然后呢你看解释四跟解释三，张先生可能有很多心事无法发泄，想借抽烟抽烟来疏通一下，或者是他一定烟瘾太大受不了了，所以呢他才就没有办法不抽烟就抽烟了，这个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如果他用的是说你看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只要自己喜欢不管别人死活，抽二手烟就让人家抽二手烟这样，或者是说你看张先生可能故意要气我才故意抽烟给我看，那这个 interpretation 就差很多。大家要了解你在跟病人解释的话，病人从你收到的 information 可能有类似这样的反应，他对你印象很不错的时候可能用的是第一跟第四的或第三的反应，他跟你这个交情很差的时候他可能用的是第二跟第五的反应。所以这个病人跟其他人对你的反应其实不只是你做的动作或你做的行为，你说的话有时候跟你过去跟他的关系是相当有 correlation 的。好，那我们在一个病房里面，这个病人不太好，那然后呢这个我们护士说输了一袋血他就不可能是输第二袋了，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但是他可能是譬如说他知道我实在是来日无多算了，那不愿意苟延残喘。第二个他可能觉得输血没有让他舒服，所以他就不输了，甚至呢他可能有一些 side effect， 有点 chilliness， 有点 fever， 所以他不愿意输了。那这个情形的话呢，我们如果要确实去了解的话，可能有一步再去问清楚病人的一个情形。大家以往在见习的时候来到我们神经科，时常发现说这些人怎么这样把 病史一定要问得那么仔细。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是需要经过反复的查询来了解说病人到底真正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那一对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情侣哈，这个男生打给女生说，昨天晚上你没有打电话给我哈，那我想我昨天下午哈说了一句你不中听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在生我的气，好，那我再三反省以后，好，他说我还是很担心，好，他并没有道歉哈，他还是很担心，但是他希望呢，对不起，他知道了之后，是不是你还在气我哈？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你如果把它详细分析起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意图在里面。那这个意图是不是能够得逞，是不是能够达到目的的话呢？跟这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可能是相当 correlated 的哈。那沟通呢，我们就希望改变病人的观念哈，疏导他的情绪，引导他的行为哈，对任何的病人。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改变他的观念。我们要了解，我们站在第一线的医师其实有教育病人的责任。那在病情的告知里面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的是说，你先要有 medical information， 那你先要第六的这个照顾计划，然后你再跟他讲坏消息的时候呢，才不会手足无措。那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的话呢，那要注意，就是通常尤其要注意这个隐秘性，就是你跟病人讲一件事情，比如说他得了 AIDS 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能要把他拉到旁边找一个小房间。我们现在在各楼的楼层六席的外面都有一个家属会谈室，那个东西其实是让大家跟病人或病人家属解释病情用的。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在国外做过一个试验是这样，他让两个人坐着喝咖啡，那喝咖啡的时候呢，一个人坐一边，然后某甲这个试验者他就把咖啡杯子两三分钟把它移前五公分，再两三分钟再移前五公分，再两三分钟再移前五公分，好，还不到二十分钟的话，这一杯咖啡已经远离他的视力范围到对方去了，就超过中线，好，就这样超过海峡中到了那个靠近另外一个那个跟他喝咖啡的那个人，好，这个模拟，那大家觉得说模拟最有可能怎么样的反应呢？经过他们的测试呢，模拟常常的反应是把这个模甲的咖啡杯重新拿回来放到模甲的这个前面。好，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无形的这个社会规范里面，事实上是让我们说，譬如说我们两个 share 一个 table 的话呢，你有一半的主权，我有一半的主权，所以当我的咖啡杯是在我这一半的 territory 里面的话呢，两方面都会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当你把咖啡杯一直往前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是在 invade 他的视力范围，好，所以对方那个人会觉得很 uncomfortable，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说哎，你怎么好像侵占我的视力范围一样。所以通常你看到的反应是对方把杯子拿回来还给你这样子。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告知病情的时候要注意维持一个 balance， 一个中性的地带，你不要给他靠得太近，好像要抱他一样，你给他维持最好的，他们有人说看你跟病人的熟悉的程度而已，大概七八十公分到110-120公分这个左右大概是一个最适当的距离。好，就你跟病人之间在讨论事情的话，不要太近，隔得太远的话，一方面声音，一方面那个感觉会觉得很疏远这样子。好 ，OK。好，那我们时常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跟一般民众，我们要讲详细一点，对我们自己的人，尤其是第三个，你说当他是医疗界因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讲一下，其实不然。大家知道你跟任何一个人解释的话，要当他是对医学上是文盲，即使你跟一个 medical personnel 讲，因为现在科技发达，隔行如隔山，所以呢，你跟譬如说你现在在小儿科里面实习，你跟一个做内科医师的爸爸在谈这个事情，他可能有很多他听不懂的，所以你还是要当他说在医学上他是一个白痴，尽量用普通人能够听懂的话去解释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注意他有没有说避免使用哪些字句，那个可能他心里有他的痛点，心里有他的 complex 在里面不愿意讲出来的事情。OK， 那我们还是要再来跟大家强调，这个 listening 这个不太容易做得到，不太容易做得到。在这个病情告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下面提到，你可能要允许有一些空白的时候。我们时常我们年轻人呢在讲话的时候觉得讲话讲得好像断掉以后觉得很尴尬，但是你在告知病情，尤其告知他噩耗 cancer AIDS 等等这类毛病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有点 break。 好，那原则上是点到为止，好，点到为止，看看他希望知道什么告诉他什么，不要一下子把整个垃圾都倒给他这样子。那然后呢，我们在成功领的时候，那个时常这个出任务之前，班长交代任务，然后就说，请护送一次，
有它的道理，附送讯息，哦，第六这个附送，然后呢，然后在成功人会说有没有信心？那他病人我们大概不用这样子了哈，哦。那但是就是说，至少让他能够附送这个讯息，知道说他讲的跟你告诉他是没有错这样子哈，哦。OK， 让病人说话，好，哦，encourage 病人说话，然后我们刚刚讲 tolerate short silence， 好，哦，然后 repetition。Retaliation 就是说你能够重复他，让他知道，让你知道他讲的跟你是一样的事情。Reflection 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在我们跟病人沟通的时候，从告知二号到其他一些沟通都很重要。那我们一直往往最困惑的是，到底要先跟病人说 cancer 好，还是先跟病人家属说好？那最近我们刚开完雅澳的 Hospice 的大会。那大会的那个秘书长，哦，那个新加坡的 Rosalie Shaw，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先跟家属讲，希望到我们这个世代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很坦然说，如果我有 cancer 的话，希望直接告诉我，哦，那在目前这个 environment 里面，我们还是劝大家稍微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原则上在目前来说的话，病人的家属会希望说你跟他先说这样子，哦。那如果大家觉得在病情告知上有困扰的时候，可以请 resident 或是看看我们的主治医师怎么样跟这个家属做解释这样子，哦。那很重要的是这个情绪反应的部分，我们通常都病情告知以后就走了。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病人如果他的情绪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疏导的时候，道理可以讲得很通，哦，但是那个 emotion 就是出不来。好，那这个情形你就会觉得说啊，都立了边明显啊，但是呢，这个病人就是不爽，家属就是不爽，他这个 emotion 不见得是对你而来的，但就是心情不好。好，哦，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医学系的学生呢，所受到训练其实不太够，哦，尤其这个所谓的情绪的这个 empathic 的 process 呢，这个也许以后值得大家有机会要自行多在学习的地方，哦。那所以呢，我们是跟大家强调说，不要问说我能够帮你做什么，也不要说我无法再帮你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要跟病人讲的是，我们要并肩作战，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以上我是简单的把这个沟通的 process 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下来的话呢，这个 topic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谈，那但是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确是医院里面最近这个医疗纠纷层出不穷，那所以呢，那个我们不得不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加上个20分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医疗纠纷的事情。好，那我给各位有一张那个讲义，是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的多一点的这个几个个案。好，那原则上的话呢，就是说在公法通常用刑法处理，私法通常用民法处理。好，那很讨厌的是，我们的医疗纠纷呢，现在目前是决定是我们民法、刑法都会处理。好，那我们医疗呢是一个根据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互为一致意思之表示，所以他们彼此因为这样就有所谓的权利跟义务的这个存在。好，那这个权利义务的话呢，如果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医疗企业的话，我们医生就有尽力诊治病患的义务。那这个所有费用请求权其实是医院自己去收取的，他花薪水给大家这样子。那只是我们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是有所谓的济世公益跟高收入性。现在当然高收入性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是呢，这个大概医疗纠纷的起源之一，可能大家很多社会人士还是误以为我们是高收入性。现在那个社会不景气，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反正我能够开有多少就多少，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但是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历史的出来就是我们应该要亲自诊断，告知、劝告，据实填写病历，然后取得证明，说明的取得同意，那当然不应该使用剧毒的药物，保密，不得刊行不实的广告等等，这样这是我们医师应该尽的义务。那当然呢，这个义务是相对的，所以病人也有需要接受诊疗。那在业务上的正当，譬如说检查身体的时候的话呢，他病人说，哎，我是女生，你是男生，你不可以帮我检查。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男同学，在检查女性病患比较隐私部位的时候，一定要有女医师在或是护士小姐在，这是一定要再三跟大家告知的。那病人当然有要遵照医嘱的这个义务，要给付医疗费用这个义务。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告知跟取得同意呢？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这个人必须是有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呢，满20岁以上，
那限制行为能力是14岁以上20岁以下，无行为能力跟限制行为能力必须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在的话就是祖父母等等，那这样来做一个同意的动作。那这里面呢有几点是在法律上我们的确是要注意的，譬如说刑法第14条最重要的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应该能够注意，应注意能注意，而你没有注意的时候，那这是要负刑法的刑责。这里面包括我们的误诊，包括处置错误、延误时间、医疗技术的疏忽。那你说，这个医疗技术的话，它随着时间在进步，就是以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当时的最好的医疗技术，所以也就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我一辈子要努力求知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你的医疗技术的话呢，要随着时代能够进步。刑法第21条，对危急的病症不得无故招请或无故延迟，也就是你急诊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怎么样，找一些理由来搪塞这样子，就是说有这样两条这个法律条文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是说过失致死者、致人伤害者，他有相当不等的这种罚款在这边、有一个罚则在。那除了这个另外是说关于保密方面、那这个妇产科方面的堕胎跟帮忙自杀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都在刑法上是有明文规定的，那这个当然就我们就要很小心、那除了民法之外的话，行为方面在民法之中的话也有关于不法行为的赔偿、那如果说现在告市场告叶院长，因为、这是雇佣人连带负赔偿责任、所以除了告当事人以外，常常院方院长是会被告的、那目前的状况其实不太好，这是几年前的这个个案，目前有增加的趋势、那除了这几科，有很多科不知不觉也都签上去了、那目前当然我们知道是有一个医事审议委员会，那这个最近我们所了解的是说，所有的这一种那个有关医疗诉讼的这个情势的话呢，如果说刚开始的调解有什么不行的话，经过侦查以后，通常他们就先送到这个审议委员会去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子，那能够防患未然的话当然是最好。那这里面时常会发生医疗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医病关系的一个不和谐、那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是这个解释的不清楚、那大家时常会觉得很冤枉，说其实我跟病人家属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家属说我根本没有听到、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办一个我们叫 family conference、就是请这个病人家属里面，尤其是最后做决定那个人，或者不然就每一个人尽量让他出席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好的 record 放在病历里面，就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哪什么时间做过一个 family conference， 大家对这个病的后来这个医师的告知怎么样，让病人家属最后决定所做的医疗行为是怎么样子等等，把它解释清楚写下来、承诺太多，畏守秘密，收贿不合理，服务欠佳，这个服务欠佳有时候我们是戴罪羔羊了，就是说他可能在前面受了这个晚娘小姐的面孔的气，回来的话就觉得说怎么你给我医了这半年还没有医好、那医生变得戴罪羔羊，但是这个在公家业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那但是如果你跟病人的关系处理得好的话，那这个东西不是那么严重、那病人的社会形态的改变的话呢，让病人觉得说我只要付出多少我就应该取得相关的这个相对应的报酬，那我们一直在教育社会民众，也就是说有些毛病不一定治得好的，有些毛病不一定治得好的，那病人过度的依赖或者第三者的挑拨，那同行相亲，这个都是造成医疗纠纷医病关系差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我们自己也不要掉到这里面去。我在台大医院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个外面的主治医师孙医师，那日本的话叫 Margo， 那这个 Margo 每半年都会跟我们这些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这样子吃一顿饭啊，聊聊天这样。那有一次那我们就问他说Margo 为什么最近急诊处那边你 refer 来的 case 很少，他说这个不说了，他说不是你们的事情了，但是有一次 refer 一个 case 去碰到一个内科医师，这内科医师说哪里有人开这个药，
真的是好笨哦，这个外面这个医师真的好笨哈、哦。他说我老孙哈、哦、在外面闯荡江湖20年哈、哦，好不容易见得一点微薄的名声哈、哦，他这个年轻人一句话就把我给毁了这样子哈、哦。所以大家在急诊处的时候或接到外面召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哦，不要不知不觉我们换了同行相亲或变成第三者的挑拨的这样一个下场哈、哦。这个一定要很跟大家再三说明的哈。哦那这里面当然是大家很注意的哈，药品过期给错药物，所以大家以后在打针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这个那个病人的床号、病人的姓名，甚至问一下照顾的人，叫一下病人，病人叫了醒叫别人，你叫什么人是不是？好，或者问一下病人在睡觉，问病人照顾的家属，说是不是什么人哈？病人家属不在，病人在睡觉的话，你床号看清楚，看一下床头卡 ，make sure。好、哦、那这个一定要做的，我们最近偶尔还是有发生过、哦、那给药的方式错误、哦、某些药不能够用 IV push， 有些可能要用 drip 等等、哦、药物过敏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病人你要一定要做一件事，问他有没有过去药物过敏的那个病史，有的话在病历上把它记载下来、哦、无论你在这个地方将来到别的医院或出去外面自己开业的话，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哦、Penicillin test 你给他做了以后的话，不见得保证他打下一针培林西林就不会 allergy、哦、所以现在已经知道说你做培林西林 test 的这个 allergy test 做不做其实比较不重要，反而你一定要问他过去有没有这个 drug allergy 的 history， 有没有培林西林 allergy history、哦、这个 history 一定要问、哦、那这个其他这个都是应该可以尽量减少，这个简体仪式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好不容易尤其在神经好不容易做一个 lumbar puncture、哦、那个蝎子拿出来以后就工友不知道把你送到哪里去，那你要怎么去跟病人解释说对不起，因为简体不见了，再抽一次，哦，这个实在是有时候很难启齿了哈、哦。所以以前我们为了这个蝎子，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我在美国做 resident， 我自己把 specimen 就送到下面去，尤其晚上的时候，那工友不知道叫到什么时候才来，说我就自己跑下去，哦、因为那样最安全哈、哦。那医病关系不良，当然也容易造成医疗纠纷了哈、哦。那在这个整个的架构里面的话，当然有所谓的行政处分、纪律处分、民事跟刑事的这个责任哈、哦。那但是我们在一辈子里面的话，不去沾染上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了，感觉上这样子哈、哦。那台北国泰医院张嘉琪这个社工室的主任的话，他以他过去的经验，他觉得说这些东西态度哈、哦，那面对医疗就尽量成立过那。病历的记载很重要，好，大家再忙，病历上一定要把它写清楚，做了哪些事情，好，跟病人解释过什么事情，病人的家属的反应等等呢，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好。那这是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医疗纠纷的情形，好。那等我们现在用那个啊投影片呢，跟大家谈一下我们那个医院里面的几个个案，好，谢谢。这里面主要问题，我们觉得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以家属的这个情况，他们最抱怨的是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他解释病情？好，那后来又很不幸，刚好接连发生这些事情。好，那所以变成说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目前周休二日哈，那我们医师人员的话，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值班的医师又忙，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好，那我可能跟大家讲过，我们以前在美国受训的时候，我只要是看病房的住院医师了，礼拜六我还是要来上班。我把礼拜五晚上紧急住院或晚上急诊的 case 看完之后的话，把我这个病人都再看一次，交班给值班医师，我才回去。礼拜天也是再来一次。好，所以只要我在病房的话，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的了，就是天天要来看这样子。好，那当然目前在国内，譬如说长庚医院有很多他们住院医师跟主治医师也有类似这样一个状况，尤其是主治医师。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很羡慕住院医师，可能会很羡慕主治医师，但是有时候你要了解说，住院医师跟主治医师比大家这个 burden 其实是更重的。好，那这个个案的话，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他的中风呢？可能没有什么方法。好，我们假设他这个中风呢，不见得是因为这个开刀引起的，他也许 natural cause 就是会有，但是 natural cause 有的时候的话呢，病人家属未必会不那么满意，或者是他未必是说要提起告诉，但是只是因为说我们跟他沟通的一个问题。那这一个就是一个可能有时候实在是避免不了的，比如说他这个做了这个啊 delivery 之后的话，发现有 retained placenta， 在做这个 DNC 这个 procedure 里面，很明显是我们把人家 rupture。
把那些 precaution 应该注意的事情要好好了解一下，这样子哈。这个刚刚这两个个案都是后来，就是我们尽量医院就是把他在住院中间所有的费用就给他减免掉，这样子，好，等于医院自行吸收，好，那勉强这样好说歹说。那这个个案也是一样，好，那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一个住院医师做的一个结果，那变成主治医师出来扛了。好，不过那也没有办法，不过只是跟大家报告说，在做 procedure 之前的话呢，相关的这些一定要好好去 study 哈。那其次的话，这个个案的话就比较哈伤脑筋哈。这个个案的话是这些案例的话，大家这张就留着。我其实都有把这些案例的这个啊年龄稍微做一个调整了哈，性别甚至稍微有些没有办法调整就没有办法调整哈，可以调整我稍微把它动了一下这样的哈。这一个个案的话呢，是本院哈到现在还是我们还病人家属的钱，到现在还在还。好，就是说我们每年必须要编一个预算给他请一个菲律宾女佣去照顾他这样子。好，这个原因只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 minor 的 procedure。 好， minor procedure 出来之后的话，对不起，不是那么 minor 了哈，这个病人已经是 premature， 然后他在屏东的某一家医院就 repeat 的 intubation， 后来就发现那个气管里面有一些 granulation 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干脆给他做一个气切。好，气切之后的话，然后给他送到小儿科病房里面去。那很不幸呢，在小儿科的这个 ICU 里面的话，在 ICU 里面的话呢，那护士小姐呢并没有把这个小朋友手固定起来，只是用那个包布就给他包着捆着，这样这个小朋友呢自己大概痛不舒服，他要手出来就把自己拔掉了。等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救回来，但是 too late 变成一个 anoxic hypoxic 的 encephalopathy 这样子。所以这个个案呢后来是他们提出来是要几千万的赔偿，几千万的赔偿，好，后来我们等于医院跟他变成说啊分期付款这样子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很小心，就是说一个意识有问题的病人，这里面我们想看到同样的事情可能发生什么，比如说这个病人是 dementia， 后来有 pneumonia 怎么样的话，然后这个啊 intubation， 或者是这是一个 stroke 的病人，抗血性不太好 intubation， 或者 whatever 任何一个情形 intubation， 他可能 sensorium 就是 disoriented， 可能会这样乱动的时候呢，当他有一天把 tube 拔掉的话，这个 same story 就会重演。好，所以这个大家在照顾病人上，有时候你稍微多注意一下的话呢，可以帮你帮整个我们的 society 哈，省下不少的这个资源哈，跟不必要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是一个这个 pulmonary hypertension 的病人哈。那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因为这个 pulmonary function 不好，那大家看到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跟这个 tracheostomy 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做了气切以后，做了气切以后的话 care 比较好，但是后来在换这个内管那个套管的时候的话呢，其实 procedure 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不过是 resident 去做了，他去做的时候，他同样也有人在旁边，他把这个里面的那个内管换掉，然后马上要换进去的时候，哎，就换不进去了。好，会不会碰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就是你都有可能会碰到。所以你要换 endotracheal 这种气管内管的时候，旁边一定要请一个 resident 在旁边帮你 cover 一下。好，换这个东西的话， resident 他自己就出现这个问题，他大概一换不进去的话，病人 conscious 不是很好，但是他就是很 anxious 这样子，所以大概又 struggling。 好，那结果的话呢，他连一个小号更小号的东西换不下去，后来紧急就召回我们 END 跟麻醉科的同仁来，还是用从上面把它放进去，但是之后就是变成还是变成一个 hypoxic 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情形我们要了解，说是在各位的讲义上也有，就是说这种 granulation 的 tissue 理论上的话，放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它会比较那个 tract 比较 well formed， 就比较没有问题了。好，但是大家了解 even 那样的情况，有时候也会就是拔了以后你换不进一个新的。好，那这些事情的话，当然到最后都是院长这边要扛起来，但是当事人的话，通常当事人的话，这个病家会同样告上去。哦，我们碰到那个情形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哦，那所以在换这个 endotracheal 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哦，一定要很小心。哦，通常我们在换的时候的话，哦，旁边有一个人，如果你换不进去的话，旁边人接着换的话，就马上 call END 或是 call 麻醉。哦，就是有个人在后面可以 support 一下这样子。哦，那这个个案就有点啊，其实有点脱爽了。这个是我们医师自己的那个
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在别的地方好像在长庚的样子，他做了这个开刀，开完刀，开完刀以后的话，其实不久，他后来就来，因为家在南部，来我们这边 follow up， 其实不久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自己怪怪的，自己甚至觉得说好像摸到一个 mass。 那我们知道有些比较 neurotic 的病人的话，你摸到 mass 不一定真的是摸到 mass。那我们 ENT 的 doctor 的话呢，就是很可惜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仔细帮他 check，大概只是为了说，我们给他做 encouragement， 做什么时候就跟他说啊，就不要紧了，你好好放心了，没有，这个已经有好几次的来门诊的话，从来没有一次说仔细再帮他 check up 看看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答辩，但是我们看那个答辩的话，我们觉得说我们答辩的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了，其实没有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应该要注意的。好，那甚至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台大了，那个我的老师洪清章教授哈，那时候他跟我说一个病人头痛哈，那已经治了好几次都那个哈，那但是其他检查都很正常，病人如果说他要做 CT scan 的话，那你要把道理说，你如果不做，你要把道理说啊，因为我觉得他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写下来写清楚，好，那病人如果说他真的要智慧做的话，那你还是帮他排一下。In some cases 的话哈，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发现啊，里面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大概已经七八年前了，我有一次在门诊看到一个那个 presentation 就是 typical 的 muscle contraction headache， 家里有点问题，然后这个人有点 nervous， 那种痛法就是比较 tight， 整个这样 tense 那种感觉。我也给他做了没有 neurological side eyegram 看过去，写的都很好，没有问题。好，然后就开了一些 analgesic， 后来就 loss of follow up。 那 loss of follow up 的话，我们通常会很乐观，觉得说啊，病人大概好了。其实有时候是病人坏了了，一个月以后，我有一天早上参加 morning meeting， 那个 resident 就报告说啊，昨天有一个病人来的话就是 severe headache， 然后 vomiting， 然后一做 CT scan 的时候，你看到是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两边都有这样子整个已经过去 ，eyegram 里面就是 papillary 地方很厉害这样，然后那个住院医师看到我那个地方说，以前我们有人看过了，我就把病人一看，哎，是我看的，然后一看说。我后来想说，还好，我那时候的确有做那个检查，有看 eyegram 哈，所以我们那时候规定是说 resident， 我们 neuro resident 如果没有看 eyegram， 一次要花100块哈，在 ward 上被电到的话要花100块，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做成习惯的话，有时候会忘掉，所以在神经科病房门诊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还是每一个病人有关于头颈部都会看一下 eyegram， 因为那个个案是还好，当时我有看 eyegram， 当时我有做过 check up， 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好，但是一个月之后呢，他看到那个 tumor 那么大，不太可能只长一个月，一定在我看到就已经有了。好，但是 eyegram 既然没有，然后他那个因为，所以我当时的确写 headache possible muscle contraction headache， 所以 analgesic follow up 这样子。好，所以 medical 在判定上，当时以我当时的 knowledge 是可以接受的了。只是这个病人的话，有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洪金章教授说，如果病人他说智慧做的话，你就帮他排一下，让他做一下，确认一下没有问题这样。好。有时候一个病症在你接到手上的时候是一个很 mild 的，譬如说 brain 里面一个很小的出血，在 basal ganglia 也很小，所以你也不要跟病人说，这个包在我身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不晓得什么原因，有些病人就是突然间8个小时以后他就变大，然后24小时 rupture interventricular 3天以后死掉的，有这样的个案。所以大家看到病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使这个病人你看起来很mild的话，有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好，那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超过了几分钟哈，那我们做一个总结是这样，就是说哈，这个操作的时候的话，那请大家一定要了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大家在做 clerk 的时候哈，能够跟着护士小姐，跟着大家学长去练习打针了。好，我跟很多同学讲过吧，我那时候在台大的时候是这个有个老护士说住下后啊，一堆 clerk 跟着去哈，然后就是跟着了。那个这个老护士很可爱，他会说啊，这一床你去打，这一床你去打，他会挑那个比较好打的，我们就进去打这样子。所以我们做 intern 的时候其实不会担心的，打针我们已经练就一身功夫这样子哈。那我在那个 intern 值班呢。说外科值一个病，晚上值班是 cover 3个病房哈，所以这个 ICU 特别多哈。外科那老师说啊，这扛水看起来垃圾，用较强嘞哈，这51、51那 Q6R 那个 ICU 就这样打这样子哈，所以乱。不过那时候打我们就不会有觉得说那个哈。那这个所有你要做一个新的操作的时候，你最好赶快去，或者请你的学长帮你 orientation， 要注意哪些特点，有书面的 documentation 更好这样子哈。那第一次做一定要有人带着你，第一次做一定要有人带着你做这样子，医病关系这个就不用说了，病历上一定要给他写清楚，病历上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病房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发生了一个个案哈、哦，找到我身上，还找到要你们的学姐一个去年的 intern 哈、哦，那后来还好，他病历写得很清楚，哈、哦，那后来的话，这个律师一看说这个没有问题了，他记录上都写得很好，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你做任何事情的话，一定要在病历上写清楚，好、哦，不要说啊，当时因为你时间一久，有时候忘掉，那这些。在告了这个家，有时候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来告你，刚根本就已经忘掉了，哦、所以有做什么事情，一定病历上要写清楚、哦、那这个告知义务、哦、那现代的法律常识的话，尽量有机会要多参加、哦、这一点不太那个，但是、哦、我们要了解，病人对我们的尊敬是随时可以换脸的、哦，病人对我们的尊敬是随时可以换脸的。好，那在这个 psychiatry 上有一个叫 passive aggressive 的 personality， 很不幸的，现在很多这个 family 就是这样一个个性这样子。好、哦，他对你表面上很那个很客气、很恭敬，到时候他咬你一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变脸。好、哦，那个看起来真很可怕了。好、哦，你可以说，所以有时候你在做这个从事医疗业务里面，你要看到看尽人间冷暖。好、哦，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是也是没有很好了。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这个另外一边很美好的一面，你也可以看到、哦、那我想在大家刚开始做 intern 的第一天呢，那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医疗业务上，伦理的考虑、哦、一定 always 是我们第一线，法律的预防只是我们不得已的一个手段而已、哦、那希望大家这一年呢，那能够过得很顺利、平安、身体健康。好，那个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注意，太累的话，尤其要特别小心。好 ，needling 打针的时候的话，哈，大家知道你打完针以后，理论上是不要再把这针那个套上去，应该是有一个可以把针头弄到那个每个病房都有。你去的话，问一下护理长，他们都会跟你讲。好，就打完针以后，尤其是我们这种。大家 intern 很累的时候，晚上打完针的话，那个 needle 在往次插了很多都出意外，出在那个地方。好、哦，那你到急诊处去的时候，如果你值班的时候没有戴眼镜的同学已经不多了，没有戴眼镜的同学买一个平光眼镜把眼睛这样 cover 住、哦、因为有时候那个急诊处病人那血这样喷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爱跟我们的 CNS 是连在一起的嘛、哦、所以你去买一个平光眼镜把眼睛罩住这样子好不好？没有戴眼镜的同学、哦、戴眼镜的同学大概已经多了一层保护，没有戴眼镜的弄一个平光，你看那个 ER不是他们带一个那个东西吗？好、哦，大概不需要那么分析了哈。那你就是去买个眼镜戴着，这样至少多一层 cover 这样子哈、哦。那希望大家这一年都能够过得很这个平安，也能够学到很多医疗的这个常识哈、哦。那祝大家平安顺利哈、哦，谢谢。大家好，我是巴西护理长，外科的病房护理长哈、哦。那很可能你们那个。当 clerk 的时候或许有 run 过了哈，你们看起来好年轻哦，自己都老很多。OK， 那以后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的伙伴，工作伙伴哈。那我竭诚欢迎你们到各单位来实习哈。那也希望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哈，让你们都会觉得工作实习的很愉快哈。那我大概就是依照我这边有几个病房常规的注意事项，因为大概短短只有30分钟哈，那大概我是重点式的提醒，那会举一些例子哈，那麻烦就是你们各位哈，到病房的时候，因为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比较奇怪的案例哈，在这边提醒，那如果说尽量到病房实习的时候都能比较小心谨慎哈 ，OK， 那。我们先讲一下病房的特性这边哈，因为现在各科的那个一些工作的安排，比如说 intern 该做什么事，或是resident 该做什么事，大概工作的安排的属性还有接 case 都不太一样。好像我们外科的话，因为以前外科 resident 比较少，所以会有招收四个的专科，应该是算 PA 专助哈。那一种是算医师的辅助医疗型，我们是只做这个。那个另外。内科的话，以前内科是只有 resident 跟 intern， 那现在内科也是因为他resident 不太够，所以他们也用了六个的 CNS 的来协助哈。那至于说内科他们工作职责，比如说怎么去划分哈，可能你们如果有 run 到内科的时候，他们会制定，因为今年 CNS 是今年7月才开始，所以6月还是很多就是要照着旧制度，那7月以后就会有一个新的制度出来。
出来哈。那如果说可能到先让内科的 intern 的话哈，麻烦你们可能就是要到时候再跟西亚再好好去了解说，哎，他们的工作职责有什么样的差别哈。那所以如果说到急诊的话，可能也不太一样哈。所以麻烦你们再进去，比如说你先到是外科到内科，不管哪一科哈，一定要先找护理长先报到，那他会给你们 orientation， 就是会跟你们讲一些病房的环境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会再强调一次哈。所以就是麻烦你们到了单位一定要找护理长去报到哈，不要说哎你到时候没有去报到再来说哎检讨会再哎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哈，那工作职责又划分不清楚哈。 OK， 好，那再来我们工作的注意事项跟配合事项哈，其实你们都有一本医师手册对不对哈，那医师手册的59页到63页是不是，因为我看的如果没错的话，就是有一些护理部的工作职责跟注意事项哈，整整就是那里面写的就是大纲都写得很清楚哈，那麻烦你们回去详读，因为这里面的事情大概我就不会一一再重复这样子讲哈。那所以他第一段他都有强调说，你们一定要找单位护理长去做，就是要报到，他们会给你做环境介绍，会给你再一次的讲解哈。OK， 那另外再来，我把就是有一些比较重点式的哈，再来提醒各位，这里面医生手册里面其实也有哈。那第一个在称呼方面哈，因为原则上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称呼你们某某医师哈。那个可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流动很快的那个单位哈，像急诊他们好像是2天就让换一个人哈，或是说你们刚转换单位，比如说从内科转到外科，很可能大家小姐哈不太认识你们，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会偶会叫你们 intern 医师哈，那其实他们是没有恶意的啦哈，因为在不知道你们名字的情况之下，要叫你们只好就是先称呼你们那个某某医师，那你们可以跟他说，哎，我叫某某某哈，那大概就是他们以后就会知道，哎，哦，你是哪个医师了。那如果说彼此就大家都很熟悉了以后，大概就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了，大概就会叫某医师哈。OK， 那另外在技术方面的问题哈，因为你们当实习医师一定会参与一些的技术上面的，像 on NG、on Foley 或是抽血哈。那这一方面的技术问题，你们刚去哈，因为你们没有实际在临床先 practice 嘛哈，那所以就是麻烦你们，如果说刚去的阶段哈，一定要去 try 哈，不要说我好怕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抽了嘛，我们会先练习哈。那就是你到病房单位，你一定不要说哦，我不知道抽过啊，表现一副很怕这样子，你就很大方，你就觉得很有经验这样进去哈。纵使说抽没到的话也没关系哈，你再端着再找出来，你说哦，你会更好，想有啊，想顶拍抽哈，我找一下他歌曲来来听。所以那你不要说，你不要一进去说，哎，潘神呢，我不知道抽过哈，好像当试验品这样，你不能这样子跟病人讲哈，病人就不会信任你，让你抽好。所以就是你就是要很有自信的进去，万一抽不到的话没关系哈，你再端出来，那跟小一定要跟nurse 要交代一声，你哪一床没有抽到哈，那因为哈有时候因为他们那个病人都是要 NPO 抽血嘛哈，那会有火就是要进食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能 NPO 太久，所以那个 nurse 就会及早去抽哈，所以你不能说好没抽到啊出来总要坑嘞哈啊得照哈，不能这样子，这样没有交代一声，到时候会耽误到病人进餐的时间哈，所以就麻烦可能因为抽血是一去每一个单位都会碰到的哈，所以就是麻烦这一点可能要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再来另外哈，就是在药物治疗方面，那其他的技术上面哈，像比如说 on NG 或 on Foley 的话，一般小姐会把你准备好东西在台面上，那会跟你讲哪一床要做什么，比如说要插 NG， 那到时候因为有时候你们来的时候不见得他就是可以常常在 station 等你们过来，那如果说你来要 on 的时候，麻烦找一下小姐，就是说，哎，我要去哪一床要去插胃管，要插导尿管，那到时候他会抽空来帮忙你，好。OK， 那
另外再来是药物方面的问题，因为你们在给药上，像药物上大部分是 IV push， 会由你们去执行 IV push， 那 IV drip 的话是 nurse 啦，那 IV push 在你们在给药的时候，一般在病房单位它都会有一张蓝色的那个小药卡，那它上面会有病人的 stick， 还有床号，还有他给的药物的名称、剂量多少 Q 几这样子。那这一张他都会用个塑胶袋装着，或是没有塑胶，就是会有一张的小药卡，那跟一什么，就是药物。好，他已经稀释好的或者什么直接的要打的药物，那放在塑胶袋里面，那会让你们带出去，带到病人bedside去打。那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就是三堵五对，你一定要先对一下你的药物跟你的那个小药牌那一张对不对，就是说也要点不点，那就是一定要三堵五对，三堵五对知道了，拿药的时候，还有执行给药的时候，还有执行药物完毕的时候，这是三堵。五对的话就是药物对、剂量对、时间、途径、病人对。那这边强调一下，病人一定要对，病人一定要直呼病人的名字，我们小药牌上面都一定会有病人的 stick， 那你一定要叫一下，哎，某某某，比如说是洪淑芬，洪淑芬欧巴桑，或者怎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如果说嘿，对，你来说，哎，我要今天要来台住下，那大部分如果说，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常常都是打错病人，那个曾经就是尤其在小儿科常发生，小儿科他们都是小孩子嘛，阿尔贝达利银啊，那是妈妈，所以常常夜间如果说没有叫醒，直接就是 IV push 的话，常常就是会一定要把妈妈叫起来看 check 小朋友的名字对不对，这个一定要麻烦可能各位医师，各大医师一定要留意。那另外就是在另外有一个注意的是，抽血的时候一定也要叫病人名字，你去哪边抽血，你的一定有一个试管对不对，试管上面就是有病人的名字，那你就要去叫病人的名字。有时候要备血，尤其我们曾经就是有发生备血 intern 抽错床位，那就是比如说他要被隔壁床要抽血， A 床要抽血，结果他抽到 B 床的，结果他后来要挂上的时候，曾经是挂上的时候才知道，那有一次是已经是挂上去的输了才知道，所以就是这个一定要小心，就是只要你做任何的治疗，那都一定要叫病人的名字，甚至像说换药啊，换药你去帮病人换药的时候，你要把 drain 有没有，有时候比如说 resident order 说，哎，哪一床68B， 他要拔那个 chest tube， 不要好了，拔那个 bucking ball 好了，那他们有可能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条 bucking ball 啊，或是上下不一样，那你一定要 check。跟 nurse check 小，就是要 check 清楚你是要拔哪一条，是哪个病人要拔，所以一定就是病人的一定要直呼病人的名字，所以麻烦同就是各大医师一定要切记，因为出问题到时候要来弥补就是很麻烦了。好，那再来，如果说你到那个单位，如果说好你抽血，那突然就是有被针扎到的话，那你就是那个一定进去，你们像打针的话，你一定要用不要回套，我们小那个 nurse 都会准备一个治疗盘嘛，那你们就是把那个针头跟那个它不是有一个回套的那个壳，你一定不要把它再重新再回套，就是你这样子可以保护你自己，那出去一定就是要戴手套出去治疗，那你在打针的时候就不要回套，就放在你的治疗盘，那甚至有的单位会给个钢杯，就是放那个空针头，针就是空针，针头就直接放下去，你就不要做回套。那你万一如果被针扎到的话，我们有一个整套的那个针扎的流程，等一下会讲，那就是你就依照针扎的流程来做处理了，那就是为了保护你，因为
很病人很像我们医学中心的病人很毒，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那个不要随便，反正没关系，我有 B 肝无所谓，现在其实各种肝炎都很严重，所以就是麻烦你们就是切记在用使用针头的时候，尤其像抽血啊或是 IV push 的时候，最好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拿那个碗盆或是钢杯或是治疗盘出去，那不要回套，回来再做垃圾分类的处理哈。 OK， 好，那另外再来在医护上面互动的问题方面，因为在因为临床上面碰到很多在工作职责上划分不是很清楚哈，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 nurse 的人力也是扣得很紧，所以在配合度上或许比如说你要换药，可是小姐没办法，很忙没办法协助哈，这都是属于沟通问题。你如果好好跟他讲说，哎，我某一床要换药，可不可以？因为要做那个 wait 刚听哦。好，要做 wait 哈，那他要无惧嘛哈，说要麻烦你跟一下。那他一般他小姐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比如说他手边有一个很急的事情还没办法放下的话，他会跟你说，哎，我这边很忙，是不是可以晚几分钟？那你就看你可不可以。如果说你要上刀的话，比如说，哎，你就跟nurse说，哎，我九点要上刀，可不可以你我早一点来换？那一般我们小姐就会去配合，让你。及时让你可以去上刀之前来换药哈，那就是这些都是属于沟通方面的问题了哈。那另外有时候就是，你如果说比如说他 call 你要做什么事，比如说插 NG 啦或插 Foley 啊哈，不管，那你来的时候，那你就是看。就是一般我们像我们外科做法，就是桌上就是会备好东西给你们，可是因为我们那不太可能就是会等着你们哈，那所以就是你要去找 care 的床位，你就是我们都有白板，每个病房单位都有一个主护护士，就是说 care 照顾护士是谁的白板啊，你就是看哪一床应该是找谁来协助哈，那就是要麻烦做好就是这一方面的沟通哈。 OK， 那另外就是你们如果说比如说 call 你们呼叫器，你们都会有呼叫器嘛，那有事 call 你们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回，不管你在哪里，不要说啊嘿不待见，比如说你们晚上值班，晚上值班啊，之前已经 call 过一次啊，下一次再 call 的时候，你们啊一定是同样那个病人在 campaign 或怎么样，好，不要这样子。那还有另外，如果说比如说 OR 有某一些的死角，我听说了好像22房还哪一房有某一些的死角 call 不到的话，麻烦就是一定要跟单位或是那个 OR 小姐讲一声，交代一声，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知道你的行踪。啊，不然如果说小姐有时候 call 不到没有回音的话，有时候又会做广播，这样子可能会比较不好。好对，其实也不是只有你们啦，因为我们 resident 找不到 resident 也会这样子做啦，因为有时候call 不到，他们会觉得说，因为病人比较急啊，有事情要处理的话，还是会用广播。如果广播再找不到，就会往西啊那边去找哈。OK， 好，那就是晚上值班也是一样啦，你在哪里睡觉哈？就是可能跟小姐讲一声，或许会比较好。万一你睡死，不要睡死。睡的过头已经魂游，跟周公去在那边比武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反正你跟小姐，比如说你在某某值班室，如果是你在某某值班，一般都有电话，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去直接打电话去找找看有没有在里面睡觉了哈，也会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那另外还有你们值班，如果说你们都有一个 schedule 嘛哈。换班常有的事啊，所以就是麻烦要谨记哈，因为有时候你的比如说你值班照顾了病房，不见得只有一个病房，很可能是两个哈，所以就是要两区都要做更动哈。OK， 好，那另外就是那个单位哈，其实单位有很多的活动啦，那我是觉得说要
彼此关系很好的话，单位的活动是可以大家就是能参加就尽量参加。那另外可以大家就是如果说一起吃饭的话，想要一起吃饭，那就可以跟我们 nurse 一起去订饭了。那跟小姐有一些互动的话，或许在两就是医疗上面的关系工作关系会更协调，更愉快了。那个如果说比如说关系好的话，或许他你有一些事情他就会可以帮，就会帮你，所以就是这看个人的功力。不是啦，也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啦，就是两个是要互相的，你帮我我帮你，这样子才会事情才会很快就把它做完。那也不是去计较说这是你做这是我做，我是觉得你不要去计较那一些，或许有时候吃亏了下，那之后小姐会去感恩，她说哦，这个医师好好啊，所以她到时候你抽不到血的时候，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来抽，所以我是觉得是互相的啦，你如果懂得互相的话，到时候你在工作上你就会觉得很愉快，什么事情带，因为尤其像抽血抽不到，有时候要真的面子上也很挂不住，所以要拜托的时候关系好，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好，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在care case 上，如果说跟护理人员意见不是很一样的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应该要这个伤口应该是用那个湿敷的方式，可是 nurse 觉得说这个用 BIS， 那如果说两个意见都不是很一样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可以提出来讨论，当面提出来讨论，如果觉得说讨论还没有结果，就是找 resident 啊或是找护理长啊去做协调沟通，不要说好像是觉得说因为我经验比较不够，所以我就limp呢他 nurse 比较经验够好了，没关系啦，他就是经验比较老道哈，你就是说认了啦。我是觉得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或是说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可以提出来。如果说两者在 nurse 这边没办法达成协调沟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在网上找 CR 或是护理长去做沟通。那如果说真的在口语上有一些不愉快的话，那我是觉得说口语上比较不愉快的话，就当场我是觉得不要在 station 或是在病人面前就直接冲起来。像说你们如果说有一些执行方面不对，我们 nurse 也不会在 station 不会在那个 bedside 给你就是你这个你换药怎么这样换，你这样无菌技术不好，nurse 绝对不会这样子。可是事后出来我们会做一些讨论，出来到 station 或者到外面，我们就会跟 nurse 也会跟你们做一些讨论，你刚刚这样子怎么样，那我是觉得说你如果觉得真的是不对，你就是虚心学习，那如果说你是觉得是对的，那就是做好很好的一个沟通，如果真的再没办法，就是网上找护理长或者是找 CR 来解决，出面解决，不要等到检讨会的时候憋得一肚子气，已经一年了才在那边说哪个单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是觉得到那时候再来批判谁对谁错，我是觉得就无济于事了，最好就是当时候发生当时候解决，那这样子对你以后的实习的过程会比较不会有一些疙瘩，不会说本位主义，就是这个单位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别的单位不会这样，这个单位就这样。我是觉得那一种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不愉快累积下来的，那导致说你在实习的这一个一年里面都觉得很不舒服，那我是觉得没必要这样，因为一年你就是要好好的学，那得到一些以后才可以用在你的临床上面。 OK， 好，因为只有半小时时间不太多，那我大概就是拉一拉扎讲了这一些，那再希望是说你们在实习的期间大家都能跟 nurse 之间合作的因为很愉快，那如果说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在那个七月以后内科又有一些的改变嘛，所以我们等七月以后如果说在工作职责的界定上面有一些的分别就是划分的话，我们会如果有统整出来，我们会把它制作一张单张，那再发给你们做参考，比如说换药的时候是谁做，哪一个单位，内科是谁做，外科是谁做，或是 IV push 是谁做，我们到时候就是统整出来会到时候再发给你们各位，好吧？因为今天我本来是想说今天要发，那因为大概因为内科的制度还没有很明朗化，所以我们是等他们整个明朗化以后再跟各位
好，再发给你们。好 ，OK， 好，有没有问题？大家今天介绍到这里，告三问题，有没有？今天女生好多哈。的话，其实人家称呼你什么，就是一些互动上面。如果说你觉得很卡神，你就跟他说：“哎，我是某某某。”好，那这样子他们以后就会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OK， 好。